加油，耶，他有师傅可以帮忙。这个2017年日本京都国际影展原作发掘计划漫画单元大奖的台南市民刘英夫，在1月8日带着伊的作品和着英夫来到樱花市政中心拜会代理市长李孟彦，看到只有23岁的刘英夫竟然是这么有才华，李市长是相当而乐。尤其是伫个漫画这一块，李市长讲，这会当作为台南市少年子弟学习的对象。2017年的京都影展。啊，那么得到这个他这个漫画组的这个首奖啊，那么是从全世界463个作品里面被特别挑选出来，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日本的漫画界，都是一个非常极具潜力的这个明星啊。那我们也希望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英夫兄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，那也能够对我们台南。在漫画界，很多年轻学子很对这个方面也很有兴趣啊，能够作为大家的一个过来人，然后鼓励大家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创作。李市长今仔日也特别准备了礼品来鼓励刘英夫，刘英夫就是回敬2本艺术画漫画。这个是创作用的这个各种颜色的麦克笔。嗯哼，那我们知道英夫兄他在创作的时候大概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工具，那希望对他将来的创作能够有所帮助。能得到这个奖还蛮荣幸的。嗯哼，因为跟世界上非常多人去竞争，有460几组的作品。然后对未来的话，就是算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的画作，《百鬼夜行》一样。哇，这个是您的作品吗？那这里面是在描写什么？就画很多东方的妖怪，各种鬼，嗯哼，各种妖怪，嗯哼，哎，这个看起来都很美丽啊。对呀，怎么会选这一？色彩跟水就水。嗯哼，为什么会选这一？好厉害哦！这只是我自己做的画册。你自己的自己完成的画册。哇。这很有型的，是我想我们会请文化局跟教育局哈，那看在特别是在这方面的产业我们怎么样有一个辅导的机制，或者说我们也透过相关将来也透过相关的比赛，让台南市有这方面的青年学子，他也可以有一个被发现、被发掘的机会，他的才能能够被发现、被发掘。